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，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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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，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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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放声而哭。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，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放声而哭。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，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放声而哭。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，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
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。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放声而哭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，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。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放声而哭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，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